那我们现在到了第三步的第二个环节，在这一步呢，我们需要自己去思考现在的卡片要怎么与库里的其他内容产生连接。你思考的越全面，连接的越细致，后期产生灵感的效率就越高。那怎么去关联呢？在这里我提供一些思路。关于关联有两种，第一种是关键词的关联，第二种是和卡片之间的关联。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给你的卡片内容设置关键词。关键词呢，就是你整张卡片中讲述的核心思想，这个和我们的标题很像，但是比我们的标题更精简一些。关键词不必只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句简短的话，只要能表述你强调的重点即可。关键词不必是一个，也可以有多个。如果你的这个想法可以适用于多个领域，那么你就可以去标记多个关键词。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在关联的时候有两个快捷方法。第一个是用两个方括号把你的关键词在文字中圈起来，第二个是用井号，先输入井号后输入你的关键词。井号呢比较适合放在句末，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我的个人习惯是用井号把它放在最后面，方便查看和管理。比如说这张谈计划的卡片，我就是用几个关键词去总结的。讲到这里有人会说，这不就是标签吗？其实这个和标签还是有挺大的不同的。那么我们就先跑题一下，来介绍一下它和标签具体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首先说说它们相同的地方，它们都是对一篇内容的提炼。在传统的笔记软件中呢，标签就是对一篇文章归类的操作，比如说给某篇文章打上效率、工具等标签，下次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些标签去找到它。关键词呢是对一张卡片笔记的提炼，用简短的词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这张卡片主要讲了什么。第二个相似之处是它们都是一对多的关系，它们本身不包含内容，只是对各种内容进行分类。这两个共同点呢，帮助我们实现了对知识库里所有内容的管理。那么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呢？第一个是关键词不必只是一个词，因为标签是笼统的，比如说效率、习惯、工具等等，是以知识领域的大类来区分的。我在前一节说过，因为一篇文章里呢不可能只有一个观点，因此标签呢无法对某个观点进行有效的总结，只能按照文章所属的知识领域的大类去分类。而关键词呢是对某一张卡片某一个观点的中心思想进行总结，它是精准的，我们说的每一段话都有一个核心观点。你想要表达什么，你要给你的卡片笔记起个标题的话，你会怎么起？就像我现在说的这段话，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介绍双链笔记中的关键词的功用和意义，不是笼统的关键词、功能、工具或者笔记，而是双链笔记工具中的关键词的功用和意义。聪明的观众大概已经看出来了，关键词呢，不必只是一个词，还可以是一句话。第二个是强关联和弱关联。标签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只展示打了标签的内容，所有没有打上标签的内容我默认它不属于这个分类，就不展示。说白了，它只是起到了分类的作用，在你众多的内容里呢筛选出那些有特定标识的内容，而它的前提是你必须手动的给它打上标签。而关键词的功能呢，它不仅仅是分类，而是通过给你的笔记加上关键词，你是在告诉系统这个词、这个主题，我现在重点去关注它了，你要帮我监视一下它呀，只要有和它相关的内容出现，你都帮我找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你在每次记录一个新卡片时，不管你有没有打上这个标签，它都会帮你监控，并体现在弱关联的搜索结果里。简单来说呢，哪怕你以后忘记了给某个卡片打上关键词，你也依然可以在相关联的卡片中看到它的出现，因为系统会帮你主动的去发现内容之间的弱关联，这就大大的增强了创造灵感的效率。以 Roman Research 为例，我的许多写作灵感其实都是在弱关联里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打上强关联，代表我自己都遗忘了这个关键词，但是 Rom 帮我想了起来，他知道我曾经关注过这个话题，所以他帮我把相关性的内容都回顾到了我的眼前，并且我可以一键的把它设置成强关联。这也是许多人把双链笔记工具称之为第二个大脑的原因，它会主动去帮助我们思考、搜索我们思考过的那些话题。第三个是从属关系。大多数的标签呢是单层的，
即使有些笔记工具中的标签可以有子标签及嵌套关系，但是它们的子标签与其他标签之间是相互隔绝的，它们之间是有界的，而关键词呢是交错的、无界的，它们一样具备双链的功能，它们不属于任何分类，它们可以和任何其他的关键词去交错，成立从属关系，作为一个主关键词呢去链接其他的关键词，或者作为一个子关键词被其他的关键词管理。和某一个关键词成立了从属关系后，不影响它和其他关键词的关系。这个听起来很拗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可以对关键词进行任意管理，在索引阶段可以随意的去创造不同的目录，重复引用相同的关键词，自由度非常高，提升你管理内容的效率。关于索引的内容后续会讲。讲到这里，有些同学可能会被上面的分析绕晕，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背后的逻辑，但是操作没有这么复杂。现在你只要知道用简单的词或者是简短的一句话去描述总结你的卡片，创造你自己的关键词，然后通过方括号或者是井号的方式把它放在你认为合适的位置。这个是第一种关联，即内容和主题之间的关联。那第二种关联呢，是与其他卡片的关联，就是说你不仅要去思考用关键词去总结你的卡片，还要去思考现在的卡片与已有的卡片之间有何关联，是否是现有卡片中某种观点的补充，或者是不同的见解。在《卡片笔记写作法》这本书中强调，笔记之间的连接比索引重要100倍。写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想，如果我忘记它了，我将会在哪个地方偶然地看见它。要认真去思考可能与其他卡片之间产生的关联，不要孤立地去看待你的笔记。它的操作方法也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这张卡片让我想起了曾经的一句金句和我过去经历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很适合这个原理，我输入两个括号搜索其他卡片的内容，选择引用，这个内容就过来了。那我还可以选择它的展示方式，比如说我喜欢用复言的形式去管理它，鼠标悬浮呢能看见相关联的卡片内容，不悬浮就看不见。在每个卡片的右侧呢还会展示被引用的条数。那么当我设置好这样的连接以后，不管我以后看到这张卡片还是看到另外一张卡片，我都能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卡片链接的神奇之处。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我做了关键词关联还要做卡片之间的连接呢？它们之间有何不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那现在就来解释一下。你可以把关键词想象成是一群朋友坐在一起，我们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你一句我一句，我们说的都是跟这个话题相关的事，所以卡片和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就是观点与主题之间的连接，而卡片与卡片的关联就是跑题。你一定经历过和别人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就跑偏了，本来是在说这件事情，说着说着就聊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想象一下我们有5个人坐下来讨论卡片笔记写作法的心得，每个人呢都在发表不同的观点，那轮到第4个人发言时，他说他自己喜欢用 Obsidian， 对做笔记很有帮助。那么第5个人就因为这个点想到了其他的笔记工具，比如说 Notion， 他就针对第4个人的观点进行提问，你觉得 Notion 怎么样？那么第4个人就回话了，我觉得 Notion 很不错，虽然它不是双链笔记工具，我不会用它去做卡片笔记，但是我很喜欢它的数据库功能，对我管理计划很有帮助。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几个人讨论的话题呢，都跟卡片笔记写作法有很强的关系，都是针对自己的使用经验的分享。但是第5个人，他的评论跑题了，和卡片笔记写作法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和笔记工具有关系。他因为听到了 Obsidian 这个词，想到了笔记工具，又想到了 Notion， 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就是针对某个观点卡片的补充，而和主题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就用卡片连接的方式关联起来就好了。简单来说呢，卡片连接就像我针对其中一个朋友的发言的补充，我补充的话可能跟我们讨论的主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针对他说过的某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激发我想到了别的什么事，于是我们就聊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它是针对这段话的，但不一定是针对这个主题的。它和主题可能有比较弱的关系，也可能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它一定和这段话有关系。跑题的重要性和我们大脑的思考模式其实很像。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是这样思考的。
比如说我想到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我想到吉野家，想到还想来一份奶茶，想到喜茶，想到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喝奶茶，想到喝太多甜的东西不好，想到我自己的小肚子上有很多肉，想到要去减肥，想到去年买的健身课还没有练几节，真生气啊。回过头来看，我只是想要去点一份外卖，怎么想了这么多？这就是发散思考。我之前强调过，卡片盒的存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发散思考，生产灵感的。有时候我们需要跑题，通过跳跃思考才能发现新的灵感。有时候我们需要去集合性思考，是把你过去积累的某个话题的思考经验都收集起来，一起放到你眼前。那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呢，你的灵感会来得比较容易。所以你在录入卡片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两个方向都考虑到。那工具是否强大是一个方面，你怎样去使用工具去创造呢，是另外一个方面。没有一定的规则去规定你必须要用关键词还是卡片链接。在这里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讲背后的逻辑，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明白你的卡片库会怎么样去帮助到你，取决于你怎样去看待你所积累的知识，它们之间的连接。如果你每个卡片都看得很仔细，思考得很细，努力去做好每一个关联，那么你的卡片灵感库能效率就会更高。这一切呢，都取决于你怎样去思考。这个东西别人是帮不了你的，只能靠你自己。那最后总结一下，在卡片关联这一步呢，思考两种关联，两个方向，关键词和卡片之间的连接的可能性。其实操作呢都很简单，稍微一学就会。卡片笔记写作法难的从来不是操作，难的是背后的思考。那下节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卡片笔记的索引以及卡片库的维护。